场，还有魏大勋。我私底下有就是手机那种网络游戏，有跟他一起玩过。就是每一次组队，如果我看到魏大勋的话，我就先退出了。你们先玩吧，就这样。王一浩的话，他说他是密室圈的专家，为什么呢？他号称是吗？年轻人们喜欢号称一声。这种假装，这种假装最健康的是你点的，对不对？很做作的那种什么健身沙拉这种是吧？这肯定是你点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点外卖啊，要不我点点素的沙拉这种东西，然后作为演员，不喜欢应该也会说喜欢嘛，是吧？来，我尝一口来。这我吃完之后，蜜姐进不了我身。什么东西？吃完从以后就离蜜姐远点。现在也可以。好疼，快说！你说我不吃吧，显得我不够意思。对啊。你说我吃了吧，一天真的很难受。可以刷牙啊，那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你难受嘛。密室大